사는 시기였다가 我中午两点钟回来了。午夜啥都送不了。凉，晚上送不了，凉了凉。穿不用夜，穿是不不光啊。你看，行，你看了，你看了。哎好，哎好东西是，咋的？凉，你看了。上边那上边是个什么东西？那是探头吗？咱俩大头一样，位置一样。嗯。你看了，人家的缘分缘分啊，非常好。哦，那在咱地方过啊。哦。不用印，啥不用印。在，你说在厂了，一工总工业了，不像他们搞的这些工业哈，都是轻工业。再往一个，我懂得一些了，就一批不到一批一次性，进一批一。哦。小张，不是。我不看，我看啊，不是。哎。啊，好。好。